好，咁我哋今次咧第三次咧，跟住繼續講到呢個帶著更強嘅聖靈恩膏去侍奉神。咁呢樣嘢係好真實嘅。嗱喺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前咧，其實我帶過好多人信耶穌，尤其學生，我帶過好多學生信耶穌。但我發覺提升佢靈命係難啊，即係提升佢愛神、中意親近神、處理生命、發揮生命、侍奉神係難嘅。即是很開心的，那時啲學生，我做學生工作的時候是很開心。但是當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呢，就很不同了。那為啲人祈禱呢，就好像這先Sarah 分享的，真的有喜樂、有愛、有感動，有些喊到不得了，釋放到，有經歷到喜樂，那真的是很奇妙的。那我想講的重點是什麼？你們都可以啊，因為神的心不是只有牧師做啊。我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兴起精兵，你跟隔壁都说你可以成为基督的精兵。我们个个都可以成为基督的精兵。当我们有神的话语的教导，处理生命和神建立好的关系，然后呢被圣灵更大逐步逐步的充满，和神有越来越亲密的关系，你就會帶著能力祝福人。所以我們每一次聚會呢，我們有不同的部分的，有敬拜啦，有時我們 有些弟兄姊妹分享啦，然後有信息啦，信息之後呢，我們跟著就會有分小組，就是一組呢就是操練侍奉的，另一組就幫助個人的問題的。然後呢就互相祈禱啦，一起祈禱先，經歷聖靈又習慣為人禱告有能力。因為個重點是什麼呢？不是只是我去做，是你們一起去做。當你們一起去做並且興起更多人，你說末世 就到了，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祝福更多人預備耶穌回來的，我們每一個呢都能夠為主發光。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，這個就是神給我的心。當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，這個不滅的火在我裡面不斷地燒，所以我見到人有些三不識七，有些是過境的，有些是在外國的，完全跟我沒拉更的，我用電話幫他，我都很樂意用時間去幫他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為了就是侍奉神。自從那次在1998年安卡羅為我按手祈禱，即時很大的能力進入，即時呢很即充滿愛，是很大的愛充滿我，是我從來沒試過的。咁我就話原來可以同神有咁密切嘅關係，我就好想保持呢個關係。同埋我話呢個安卡羅布道家咁有能力去侍奉神，我哋都係依靠同一個耶穌，我相信我哋都可以，每一個人都可以俾神使用。所以我嘅心呢就係我想好似安卡羅帶神嘅能力祝福人。當然我哋嘅呼召唔同，佢嘅呼召係帶領聚會為主嘅，我嘅呼召呢係訓練興起人侍奉神，訓練不同嘅人。咁咧就並且咧，即係後來咧，第一發揮我自己，後來我就開始發覺，我發揮更多人嘅生命，尤其咧係教牧嘅生命啊。咁呢個對我好大嘅提升。咁即係呢啲我哋之前講過嘅啦，就係呢個聖靈嘅恩膏膏抹我哋耶穌啊，神用聖靈同能力膏耶穌，叫佢能夠醫病趕鬼。神嘅靈喺我身上，叫我能夠醫好傷傳好信息同埋醫好傷心嘅人。亦都之前講到點樣長期被聖靈充滿，就係對付罪啦，同埋咧有聖經，深信神嘅聖經，好嘅應用聖經，又相信神好想充滿我哋，又多啲用靈去禱告啊，全心愛慕神。你全心愛慕神咧，你就越嚟越經歷神，你都為人祈禱，佢哋會經歷神嘅。同埋好想被聖靈充滿，我好想被聖靈充滿，同埋被神使用，同埋好重要處理生命啦，有啲煩惱啊、激氣、怒躁啊、唔開心啊。罪啊，全部都要處理的。咁按手祈禱同埋聖靈充滿住會有幫助，但係唔能夠解決，一定要長久保持嘅，先能夠長期被聖靈充滿嘅。咁呢個好重要啊，因為咧好多聚會有出邊有好多聚會，啲人好中意咩咧？去經歷一下，哇！有人按手啊，哇！經歷一下。不過你發覺咧，按手完翻返個座位咧，聖靈嘅同在減少噶咯，聚會完又再減少噶。到回家又再減少，第二天更加減少，過了幾天更加減少。所以最重要是我們保持和使用，這個是最重要，不是只是去追求聚會的。我們上次都講到，今天我們不會重複講的了，就摩西他會去到神的同在，去到發光。撒母耳帶著一班先知門徒去祈禱，
讚美神咧，佢哋神嘅同在好強烈。亞拿尼亞同埋初期嘅使徒，佢哋按手咧，嗰啲人經歷聖靈啊，同埋啊呢度咧，掃羅可以睇得翻嘅嘢啦。咁而我哋中國歷史有宋尚哲，佢係真係好大嘅神嘅同在。咁咧，甚至咧，佢咧喺於力公見證總於力公嘅老師入去宋尚哲為病人祈禱，因為當時於力公係小朋友嚟嘅，入去嗰個房為病人祈禱個房，佢發覺個房裡面有煙雲啊，有神嘅榮耀充滿啊，咁咧就亦都佢好重要，佢唔係淨係佢自己做，佢興起好多侍奉嘅人，興起好多報道隊啊，興起啲人去報道，咁呢個咧就係宋尚哲好特別嘅，其實佢係完全聖靈充滿，但係佢唔係跟從靈恩派。嗱，我都係聖靈充滿，靈恩派其實有好多好處嘅，佢幫好多人靈命更新、經歷聖靈。但係咧，聖靈充滿啊，呢、這個靈恩派有一啲嘅教同係聖經冇講嘅，譬如佢哋好多時強調攻擊啊，嗱，我都話有攻擊，有罪有攻擊，但係佢哋有時會話嗱，你成日趕鬼，成日去宣教咧，會有攻擊，咁呢樣嘢我唔贊成嘅。同埋佢話牧者更加受攻擊，嗱，咁我會咁話，如果有罪有破口就會。如果你越聽神話，神就越保護嘅，即係唔會話哇好聽神話嘅，好愛神嘅，祝福好多人嘅，跟住咧就成日被攻擊。咁呢個唔合乎聖經嘅，因為神與佢我哋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。咁所以啊，靈恩派有時會講家族咒詛，令到好多人好擔心。但聖經話恨佢嘅，佢就追討佢罪，直到三四代都冇話到咒詛，即係話恨佢嘅追討佢罪，愛佢嘅咧。神向他手若施慈愛直到千代，所以他爱神呢，他的家族犯什么罪呢都不会影响他的，除非他跟从那些罪。所以我明白，即是有时不要说什么聚会都参加，而是你知道分辨他们的教导。另外富尔曼就是他经常都强调跟神的相爱关系，这个人我很欣赏的。他会说你哋唔好傷害我嘅聖靈，好似係佢嘅聖靈，因為佢好中意同神嘅關係，佢正覺得聖靈就係好同佢好密切關係。當然佢唔否認聖靈都係我哋嘅，但係佢話我好愛嘅聖靈，你千祈唔好傷害佢啊！啊，佢呢個真係好有同神密切嘅關係，呢樣嘢係我好中意，因為有時有啲人咧就追求咩咧？追求經歷、追求能力，唔係追求神。甚至嗱，好簡單，有啲人祈禱咧。即係我覺得呢、这個主移咗個注意力，佢話咩咧 ？Power、fire、能力、火，我哋唔係注目喺效果啊，我哋注目喺神啊嘛。因為耶穌嚟祝福我哋啊，神同我哋一齊啊，等人諗耶穌，唔係諗 fire、power， 即係注目咗喺能力嗰度。咁所以呢個我亦都覺得有時人即係唔喺聖經嗰度揾出個重點啊。富爾曼就係好多時都會咁同人講啦，呢個叫 Robert Leiden， 就係佢咧係寫呢個神的將領咧，佢咧就講到佢親眼睇到 Catherine Kuhlman 富爾曼嘅聚會有個修女嘅手捲曲，只腳又縮埋，又坐輪椅唔喐得嘅，但係咧喺個聚會當富爾曼祈禱時，佢嘅手指就開始伸開、伸開、伸開。佢聽到佢聲音後，佢仲起身行添，咁佢啲周圍啲修女幫佢起身。嗱，呢個咧就係佢親眼見到嘅經歷。咁我要感謝神啦，喺我自己侍奉都親眼見到好多嘅醫治。咁你上網揾葉牧師有醫治咧，你都會有個播放清單係醫治嘅。咁我嚇你哋都可以，唔係淨係我哋可以，我哋親近神都可以嘅。但係同時另一樣嘢咧，就係聖經度講保羅咧，佢初次傳福音去加拉太，因為佢有病。提摩太屢次患病，同埋咧啊以巴弗提有病啊。另外一個同佢一齊同工嘅特羅以巴弗提係冇錯，以巴弗提幾乎病到要死啊！另外一個就係特羅菲摩，咁咧就呢度都俾我哋睇得到咧，就係話啊保羅都可以有病，所以咧有時有啲人話你一定冇曬病嘅，咁呢樣我覺得即係有啲佢會講嘅，你一信耶穌咧，你啲病冇曬，你就日日宣告我冇病，我冇病。你明明有病，你話冇病得㗎啦，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咧，真係唔係聖經所講嘅，係唔係一定，因為神嘅心意可以係醫治，但係神有能力醫治，點解佢唔醫治呢？我唔知點解。嗱嗰陣時我聽過一個牧師啊，佢好坦白，呢個牧師喺靈恩運動裡面，不過佢好坦白，
佢話我為好多人祈禱有好大嘅神蹟，但我為有啲人祈禱總係冇神蹟冇醫治。佢話我好想佢得醫治，但佢唔得醫治。佢嘅答案咩啊？我唔知道。嗱，我覺得佢好坦白喎，我唔知道點解呢個人唔得醫治，點解嗰啲得醫治？嗱，呢個有神嘅主權，我哋只係接納呢樣嘢。然後安卡洛就係為我按手祈禱嗰位啦。佢係好有憐憫嘅心，嗱呢個好特別嘅。佢因為好多人咧為人按手，按手完就走咗，但係安卡洛就唔係㗎，留喺度一路為人按手。佢我親自問佢幾次問幾個問題，你點樣有呢個聖靈恩膏？佢答案就係憐憫。你點樣祈禱啊？我祈禱啦，唔好講你嘅點樣恩膏，都係有憐憫。我好想聽下佢啲咩方法，但係佢就係、是、總之係憐憫人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次咧繼續講咧就係、是。追求更強的聖靈的動力，有這個動力，即是我們的動力是什麼呢？有時有些人這樣的，很想榮耀自己，很想厲害，我很想很偉大，做很大的事工，這個有時會錯了的。偉大事工沒有問題，不過如果只是注目在偉大事工，就變成好像榮耀自己了。我們應該是什麼呢？榮耀神，經常告訴人神很好的，所以神亦都赐俾我呢个教导啊，就系神属性查经法同埋讲道法，成日话俾人听嗱，神点样关心我哋啦，怜悯我哋啦，祝福我哋啦，陪伴我哋啦，就算我哋犯罪，佢接纳我哋，改变我哋啦，提升我哋啦，俾我哋恩赐啦，俾我哋机会啦，有纪念啦，我哋所有为神做嘅纪念，佢系创始成终噶啦，所以我哋话咁好，咁神咁好，我就中意神啦。嗱，我希望我呢个信息你成日藏喺心里面，成日话俾人听。神真的很疼你的，你只是看自然界。有人跟我說過，我覺得神不愛我。我說你喜不喜歡吃東西啊？喜歡啊。你喜歡吃那些東西是不是好吃啊？好美啊？好香啊？啊，都是的，都是神用愛來做的。你有沒有留意媽媽和呢很多動物的媽媽都是很有愛心的，她即是她會照顧她的仔女，並且有時很特別的，有些動物照顧埋第二啲仔女都有，佢哋有啲影啲相，啲母雞啊，有啲狗仔走埋，係有啲貓仔走埋，佢又抱喺佢又抱喺佢身上喎，即係佢有種母性啊。試過有獅子咧，有嗰啲鹿仔嚟到，嚇、啊、個獅子忽然間咧對嗰個鹿仔有種愛心喎，保護嘅鹿仔。嗱、啊、呢、這個真係喺網上有影片嘅，咁亦都有咧獅子咧見咗佢個仔啊，係咁喊啊。咁喊啊！你喺網上可以揾到啲影片，就係、是、原來咧，神將愛放喺動物同埋人裏面，神亦都將佢愛放喺我哋裏面。所以我成日都會講神好好噶，所以我祈禱咧，我就會好真實啊！嗱，我希望啲人祈禱都唔好就係啊，神好愛我哋噶，神好偉大嗱，呢個好似宣告式，我就會話神啊，你真係好，我真係中意你到不得了啊！神啊，有你萬事做啊！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。因為神好的時候，我們就是很真誠的回應，耶穌你真好啊，哈利路亞，讚美耶穌，即是享受神。我都希望大家呢是領敬拜或者禱告的時候都跟耶穌說，耶穌你真好啊，你這麼疼我，我都很疼你的，我喜歡你的，多謝耶穌。那你跟耶穌有一個很真實的關係，不是只是那種即是怎樣口號式的愛耶穌，是從心底處發出，是榮耀神的，讓人看到神的美和善的。詩篇115篇第一節，榮耀不要歸於我們，是因你的慈愛和誠實歸在你的名下。這件事有時很難的，我實際講下，有時祈禱哇很大經歷，很大醫治，很大的能力，我們很容易，真的我自己都承認，很容易覺得哇飄飄然啊！但我即刻提自己，如果我一路做一路驕傲咧，我叫做白做。點解要白做呢？我用咁多心機去幫佢，咁我就話神啊，多謝你，多謝你，係真係你嘅工作喺我心裏面，我提醒自己係你嘅工作，係你祝福人，多謝你使用我，我唔不配，即係我真係好多次我都話我不配，但係神去祝福人。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呢個心，即係個動力啊！我一講動力。因為點解咧？有好多人追求能力，但係咧佢嘅動力錯咗。佢嘅動力係咩咧？我要做好大嘅聚會，我要幫好多人，我要佢哋有醫治。哇！咁佢哋就話好勁啊，你好勁啊！
我希望我哋大家都話，我要榮耀神，俾人睇到神幾美好啦，神就中意你啦。當神見到你係成日榮耀神咧，神好開心，神一定祝福你，神一定喜悅你嘅。咁同埋咧，專心愛神超過名利，超過一切，就係話神你係最好嘅。我就聽曬你話，離開一切嘅罪。嗱，咁我都想講咧，喺聖靈嘅圈子真係一樣有罪。嗱，喺傳統嘅圈子有罪，聖靈嘅圈子都有罪。咁啊，點解啲人經歷聖靈應該冇乜罪咧？但有時就係人嘅驕傲啊，即係當佢好大能力嘅時候，佢就會有驕傲，同埋佢會犯罪啦。尤其係男女嘅罪啊，當佢喺呢個聚會嘅時候，哇，同啲女性接觸嘅時候，佢就覺得哇，好多人好想佢按手祈禱，咁啊變咗咧，佢即係佢可以咧好容易同嗰啲女性建立關係，但係佢冇諗到呢樣嘢係破壞佢生命，係拆毀嘅。我認識一個聖靈充滿好強勁嘅牧師，係因為就係犯奸淫，而係有一個好高嘅地位跌咗落去。咁佢而家係悔改嘅，不過佢悔改之後，佢翻唔到去佢之前嗰個侍奉嘅程度。咁我都求神，我同佢都有接觸嘅，我都去鼓勵佢啊，我都希望佢一路提升翻嘅。但係咧，真係好難。如果佢當時唔係因為呢個罪咧，佢根本佢而家去嘅程度係好高嘅。咁呢個就好可惜，就係話有時人就會俾自己嘅情慾或者為咗自己而受影響啦。咁我希望大家都話愛神係最緊要嘅，而我哋愛神，神會回應嘅喎。嗱，呢個經文講得好好啊，詩篇91篇14節，因為呢個人專心愛我，我就要搭救佢，神就會救佢，會幫助佢。因為佢知道我嘅名，我就要將佢安置喺高處，叫佢成為尊貴嘅人，放喺高處。佢求告我咧，我就應允佢啦。佢祈求，我就應允佢。佢喺急難中，我就與佢同在，我就要搭救佢，使他尊貴。神應承啊，你愛神咧，神就為你預備眼睛未曾睇見、耳朵未曾聽見、人心未曾想到嘅恩典。神會俾你最好最好，所以愛神係最抵嘅。有時我都唔係好明白嘅，啲人信神啦、點解又會犯奸淫嘅咧？點解又會做啲唔好嘅嘢嘅咧？點解又會傷害人嘅咧？佢哋到底佢信唔信神係全能嘅咧？但似乎有好多人係咁喎，犯罪嗰陣時咧覺得神睇唔到嘅，唔緊要啦，我遲啲悔改就得嘅。佢係冇睇到原來聖經話唔好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。耶穌講嘅説話就係嘅咯喎。嗱，我講一個笑話，老師嘅笑話啦。因為外國人有時好容易講笑話嘅。我哋有一次上堂，上嗰啲唔係正式上堂嘅，係啲額外嘅要俾錢嘅堂，就喺神學院裏面嘅。咁咧個上堂休息啦，咁休息有嘢食喎，咁啊食完咧又俾錢噶嘛，咩食？咁啊食完又翻嚟啦，佢話翻嚟啦，咁啊，咁有一個同學就好搞笑噶嘛 ，Do you mean it？ 係咪真啊？即係係咪真係翻嚟啊？佢話 No，I don't mean it，I just go ahead and take your coffee。他說不是的，我不是這樣意思的，你們去喝咖啡吧。你聽到嗎？他說你回來吧。跟著那個同學搞笑，因為有些外國人是這樣的，就是他經常用搞笑的方式，你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要回來的？他又講了笑，是啊，不是啊，我真的講笑了，你們繼續喝咖啡吧，不用回來的。但他個個知道要回來的。這個是講笑。有些人呢，神講的東西不是講笑的。他說犯罪的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，不是講笑的，是真的。所以我不敢犯罪。我以前呢未被聖靈充滿的時候，我沒有這樣透徹處理罪的，這個是可惜的事情，就是我自己都是在心裡面真的很後悔，就真的徹底處理罪。我之後呢，我真的有這麼多罪的意念我都處理的。那些罪的而且確即係任何嘅罪都可以帶嚟破壞，唔係即係求主赦免，神會赦免，但係係會帶嚟破壞。咁我亦都知道神睇到曬，因為神係測驗人嘅心腸肺腑嘅，乜嘢都睇到曬。咁所以我話神啊，你幫我啦！個心成個心都係話神，你係最好，行你個路最好，聽你個話最好，遵從你最好，追求侍奉你係最好，祝福你係祝福人係最好，侍奉神係最好，榮耀神係最好嘅。我總係相信。犯罪一定有破壞性，不聽話一定有破壞性，所以我就全心全意，神啊，我聽曬你話，
就是我现在的动力。并且呢，其实我年纪不小的了，所以我感谢神啊。虽然有人在电话跟我说，哎，你把声四十多岁了，我现在已经七十二岁了，就是那声都是这么洪亮啊，感谢神啊，都是一样这么有肌肉啊，这么有力量啊，多谢神啊。但我心，神啊，你给我一百岁我都去到一百岁，我都想祝福更多人，因为我越大呢，啲神俾我啲教导越多。圣灵充满之下，越人越多啊。譬如近期我成日话，嗱，你一亲近神，神就中意一杯凉水，神都中意，咁你咪做咩嘢都开心啦。哈利路亚，咁我自己都系咁鼓励自己喎。一起身，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，耶稣欢喜啦，我又欢喜啦。哈利路亚，我帮人，神又欢喜啦，我又开心啦。嗱，我成日都呢个心态，所以成日都开心。咁所以有呢个喜乐嘅恩膏啊。所以借先嘅姊妹分享，寻晚我同佢祈祷嗰时咧，佢有喜乐。我又感謝神，我好久之前我去宣教，嗰個人佢同我講，佢話你尋晚你未嚟之前，我已經喺夢中見到你，並且你同我祈禱，我充滿喜樂喺夢中喎。佢醒嘅時候笑緊喎，又佢嚟到，我又為佢祈禱，佢又有喜樂同埋有愛。咁我好多謝神將呢個喜樂恩膏賜俾我哋。嗱，我哋祈禱都有好多人有喜樂嘅，希望大家保持啊。呢個就係專心愛神，聽曬神話。咁樣咧，你就會帶住神嘅喜樂、神嘅恩膏、神嘅同在去祝福人。而我專心係愛神，我榮耀神，佢就要搭救我哋，佢就將我安置喺高處，佢就應允我喺急難中與佢同在。嗱，我曾經咧以為我冇機會出去宣教，因為咧我之前以色列歸主嘅太太，佢係身體唔好啦，咁我成日都要同佢一齊就。嗰陣時我覺得冇乜機會，咁我就話啊，神啊，咁我就放心啦，我唔諗啦，我唔諗宣教啦，就即係暫時我就安心去就牧會啦咁。咁但係神釋放我，讓我能夠後來佢係升爐歸主啦，咁我就有呢個心去嗱。咁呢個升爐歸主對佢嚟講亦都係一個釋放，因為佢病咗好多年。咁我對我嚟講咧，神係應允我嘅禱告。等我有機會宣教，呢個係我心所想嘅。咁咧喺當時嚟講，我直接覺得係冇可能嘅。咁同埋神喺急難中，神與我同在，搭救我。咁我經歷過好多次搭救，曾經喺高速公路行，唔係喺香港嘅，因為嗰度凍啊，唔知邊度有冰，一個車轉由一條線去第二條線、第三條線，又跟住即刻有大貨車衝過。如果唔係咁，當時我已經去咗天堂。但係我感謝神，當時神俾我仍然活著。就係、是、碌過咗第三條線，跟住個火車衝過嚟，咁呢個咧都係神嘅保守啊，神嘅搭救。好啦，咁我哋點樣進入神強烈嘅同在呢？第一就係心靈誠實，靈與魂，魂包括咩？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成個思想認同神係最好嘅，聖經係最啱嘅，跟從神係最好嘅。嗱，我希望大家都係咁諗。好多人就會咁啦，好多煩惱，好多世事。好多問題，好多家人嘅問題，好多自己的情緒就會捆綁喺裏面。咁嗱，呢啲都係真實嘅，呢啲困難係真實。個問題就係呢啲困難係唔係我哋生命嘅導航？嗱，呢一點好緊要。嗱，好多人咧，佢嘅生命導航係乜嘢咧？就係佢嘅煩惱啊，佢嘅困難啊。咁佢一世咧就諗住我啲煩惱啊，我啲唔開心啊，佢就帶領佢嘅生命啦。佢嘅導航就係、是。哎呀，我啲困難好麻煩啊，好難搞啊，唔得掂啊，咁佢就一世都係唔開心。但係當我哋深信神係最好，佢嘅路最好，聖經最好，所以我聽曬神嘅話，呢啲問題總會解決，神總會解決，總會開路嘅。同埋咧，相信神係最好，所以我喺我心中，我真係深信神一定最好。嗱，有啲人話，佢話我有病喎、啊，我有病未得醫治啊，我心好唔開心啊，因為未得醫治。咁我就鼓勵人，我話咧，其實我都身體都有啲地方咧係唔舒服嘅，有時，咁我都想佢走嘅，但又冇走到啊。咁我就話，就算冇走，我相信神嘅美善，就算有病，就算有唔舒服，神嘅美善夠我用。所以保羅佢三次求啲根刺離開佢，但係神耶穌同佢講，佢話我嘅恩典，我嘅恩典夠你用的。因為我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，我的恩典夠你用，所以就算有困難有病都好，
神啊，在病我更加掹住你，我更加掹住你，我更加有力量。嗱，有时人越掹住耶稣咧，越大祝福嘅。有时人冇病咧，就唔揾耶稣啊。有病咧，反而掹住耶稣。但系希望冇病都揾耶稣啦。即系个思想，成日都话神系最好嘅啦。我希望大家成日心相信，就算我有病，唔代表神唔爱我啦。呢点好紧要，唔系代表神唔爱我，只系话我而家有呢个困难。不過困難中神會給我力量，神的計劃就在我們困難中給力量我們意志，我決意跟從神，聽完神話，做完神吩咐的。第三，感情，我跟神是有好深的感情，我很喜歡神，我由早到晚是很多次跟耶穌說話的，很多次喜歡耶穌，耶穌你真的好了，真的好到不得了，你整啲嘢食又咁好，你做我嘅身體又咁好，你創造萬物又咁好。嗱，我同太太喜歡影雀仔啊、蝴蝶啊、蜻蜓啊、花啊，我哋影過好多好多嘅。咁咧，我哋仲影咗我哋赤紅山椒啊，好靚嘅雀仔啊，有黑有紅，哇！個翼係紅色，伸開塊翼喺度飛，影到佢飛，好開心。係神做啲雀仔咁靚，咁多咁靚嘅雀仔，同埋神聖靈喺我哋心中動工，所以我心好中意神。同埋聖靈為我神為我預備嘅天堂係好到不得了嘅，嗰度咧冇病冇痛嘅。而我哋聽神話咧，我哋嘅作工嘅果效隨著我哋噶，一路到永遠嘅。你幫過一個人，你為佢祈禱關心過佢啊，祝福佢都傳到永遠啊。所以將來我哋有耶穌嘅義袍，亦都有基督徒所行嘅義，就係、是、呢個細麻衣潔白光明嘅細麻衣，喺呢個啟示錄十九章所講嘅。將來我哋呢個袍咧係兩樣都有嘅，有耶穌嘅義，同埋有我哋所行嘅義。喺天上嘅時候係會彰顯我哋一生所做啦。我唔係為咗嗰樣嘢嘅，其實我幫人咧係為咩咧？我就想人祝福嘅啫。我心即係最好咧，就越近耶穌嘅心越好，就係、是、我就係想祝福人。當你有呢個心嘅時候，神就喜悅。嗱，我哋當中有啲人都有啲困苦困難，但係你話我選。而我的目的在神的计划，你就会发觉你找到人生的目的，你就会那些困难就容易处理很多，那些困难你又不是得胜，你更加平安喜乐，成日喜欢神。我由早到晚都跟神说，神啊，你真的好了，我祈祷是这样发出对神的喜欢，神啊，你真的好了，好喜欢你啊，你耶稣你真的好了，哦，耶稣你真的好，我一路说一路充满喜乐，即是我很多时候我都是这个状态。希望大家其實冇一個人咁好嘅，我太太真係好好嘅，好多嘢都好好嘅。我著咗衫，佢真係同我睇下，睇下整好啲領啊，整好樣嘢，整好曬啊，點樣同我掹好啲衫啊，樣嘢佢好關心，好好細心。我會話神更加細心，神更加照顧每一樣嘢，神照顧出邊，亦都照顧裡面。我太太都幫我裡面嘅，神咧更加全面性嘅照顧，所以我同太太有感情，我同神嘅感情更加強。希望大家都係咁啊！这个是圣灵充满的锁匙，不要只是追求能力，不要只是追求叻个人。然后呢，灵就在我里面，凡在我里面都称颂他圣灵，好像在你里面发出，多谢耶稣。每一次我在灵发出的喜乐就涌流，即是就会涌流。你一起祈祷，你次次来你就会越来越有这个喜乐的，真的呢在里面涌流。就是你呢，我很多时间的心叫做松晒，这样你整个人会更加健康，更加有力量，更加开心，更加有智慧聪明。这个真的很好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锁匙来的，这个锁匙开好多礼物噶，好多礼物你开嘅时候，你就入对发觉一样礼物比一样礼物更加大啊！越嚟越大嘅礼物，你生命提升系好大嘅礼物嚟噶。所以我希望更多人，我最欢咧听到人咩咧？我想侍奉神，我最中意听到呢样嘢，因为点解咧？我就可以训练你，我俾你多啲机会分享。嗱，我哋今日三个人出去分享，我成日都俾机会人分享，将来你可以分享圣经啊，可以作见证，可以帮助人啊。即是我什么都愿意给你做的，弹琴啊、领敬拜啊，什么都可以做的。还有呢，以神为乐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
你以耶和華為樂，耶和華要使你承價地的高處，即是說你以神為樂。很多人呢以食嘢為樂，以旅行為樂，以呢識到男女朋友為樂，以生到仔為樂，以呢升職為樂，這些都是應該開心的。不過我們最大的開心應該是神那裡。神啊，我們這麼多次犯罪，你都這麼愛我們，我每一次親近你都不抌低我，你都一定來到祝福我，你都一定加力給我，我又能夠有能力幫人，真是好啊，真是好啊，多謝天父，多謝天父。你試一起跟耶穌說，耶穌你真是好啊，有些感情啊，可不可以？耶穌你真是好啊，我很喜歡你的，很喜歡你，我很喜歡你啊，姊妹啊，我想告訴你，你有這個喜樂你就越來越好啊，你的心情會慢慢醫治，我們就在這個喜樂充滿著，你就整個人改變了，整天都說神啊有感情的，神啊你真是好啊，你一起說，耶穌你真是好啊，耶穌你真是好，我喜歡你，我歡喜你，我喜歡你，哈利路亞。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活在神的愛中，以神為樂，神是我的快樂。我跟太太一起是快樂的，我們有時去出去走走，剛剛村巴走了，我說不要緊，現在已經拍拖開始了，即是村巴走了好像去到目的地才是開始拍拖，不是現在開始拍拖的，即是我會說跟他一起的時間都是享受，去哪裡都是享受，我說去哪裡不要緊，他問我去哪裡吃飯，不要緊，跟你一起吃就可以了，那就是說都是開心。重點就是這樣，跟神一起總是開心，無論做什麼都好，神叫我做什麼就開心了。這四種祈禱是神教我的，我多謝主在這裡教我，譬如這先個靈與魂、思想意志感情禱告都是神教我，這個恩典的禱告就是宣告，哇，神愛緊我，神祝福我，神陪住我一起，都是講神的恩典，神接納我的，神祝福我，所以你祈禱的時候宣告，聖經有講的嘛，你在我前後環繞我，按手我身上祝福我，你喜悅我，一杯涼水你都喜悅，這麼小的事，這麼卑微的事你都喜悅，你又給恩賜我各樣的恩賜，我就歡喜你了，就宣告神的美善，我就喜悅神。你這樣其實以神為樂，恩典的禱告，接著就敬拜禱告，讚美神，多謝天父，感謝天父，我還加上一些有感情的，耶穌我需要你，我喜歡你，這句話很多人我沒有聽過人說我喜歡你，在我們敬拜的時候我們有時候耶穌我喜歡你，歡喜你，我捉住你跑去你那裡，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，耶穌我喜歡你，我歡喜你，神是喜歡的，即是你不要以為神很嚴肅的，你來親近我你要用嚴肅的字眼，聖經有沒有這樣說呢？大衛在跳舞啊，即是其實都沒有這樣的，哪有這樣的事在約櫃面前跳舞的，但是大衛會這樣做，就是神就是這樣，這麼喜歡我們去親近他，是放開感情的，互動的禱告都是神教我的，每一次我們親近神，神就歡喜了，神就回應我了，所以我一路親近我就神現在很開心了，神現在祝福我回應我，即一路親近一路相信他回應我，我一路為人禱告，我知道神回應，神會祝福的，這個就是互動的禱告，經常禱告深信神和我一起，那你經常都開心，我自己選擇經常都開心，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，多謝耶穌，耶穌就歡迎我就開心了，哈哈哈哈、我又侍奉神，感謝神，神就喜歡我又開心了，即總是互動，還有互動的侍奉的，即侍奉的時候我知道神喜悅了，所以我又更加開心，同埋咧委身嘅禱告都係成日委身，神啊，你使用啊，我願意完全聽曬你話，你叫我做乜我就做乜噶啦。你敢唔敢咁講啦？有啲人真係話唔敢嘅喎，佢話因為神要我去非洲咪死咯咁。如果神叫到你非洲，佢會祝福你。其實你喺非洲你見到更多神蹟嘅，因為嗰啲人比較單純啊。去一啲貧窮嘅地方，你嘅宣教更加興奮、更加開心啊，因為佢更多人需要幫助。咁同埋長時間嘅禱告啊、敬拜啊，就喺撒母耳記上十章同埋十九章，撒母耳嗰班先知們一路讚美神。當掃羅一去到嘅時候咧，佢第六節嗰度講啦，撒母耳記上十章六節，耶和華嘅靈必大大感動你，你就與他們一同受感説話，你要變為新人。哇！你即刻去到，即刻改變。我希望我呢個聚會都係喎，
即係話喺聚會之中即時被改變。我今朝講到有一個人同我講，佢走出嚟同我講，佢哋正式祈禱嘅，哇！我成身啲神嘅能力就流過我，佢就同我分享，同埋佢又話我想侍奉，咁我咧就同佢講啦，我話嗱，我會幫你嘅。啱啱即係先我都見到有人有即刻有聖靈嘅彰顯啦，呢個好事嚟㗎，唔使擔心啊，呢個係好事嚟嘅。好啦，咁咧佢就你會受感説話，呢、这個受感説話其實原文係説預言，或者係當時講方言都未定啊，你會變為新人。呢、这個事頭臨到你，你要趁時而做啊！呢、这個機會趁住神同在嗱，所以有聖靈充滿嘅時候，唔好傾第啲偈啊！嗱，你幫助人可以嘅，但係咧喺個時候專一禱告，咁你就趁嗰個時候咧被聖靈充滿，保持每一次我哋禱告，保持呢個聖靈同在。咁好奇妙喎、啊！掃羅未去到咋，佢一轉身離別撒母耳，佢就神就賜俾佢信心，即係話撒母耳身上嘅恩膏。神的同在令到掃羅一轉身就即刻被聖靈充滿更新改變，不過可惜他後來不聽話，即是聖靈是可以離開可以失去的，他就離開，所以就失去了神給他的救恩。而在撒母耳記上19章20節那裡講到是有一班先知呢是撒母耳監管，即是他的學生來的。那我們可以做什麼呢？盡量經常用心靈愛慕神，不單是用悟性，即是不要說神啊快點給一些幫我有份工啦，幫我同人關係好啲啦，幫我健康好啲啦，即係嗱咁樣嘅祈禱咧係冇乜力量嘅，因為你猛咁注目喺自己啊，多啲用個心靈愛慕神，歡喜神，神咪愛佢嘅，預備眼睛未曾睇見，耳朵未曾聽見嘅恩典嘅，同埋咧乜嘢問題都唔能夠攞走神嘅恩典嘅，所以個心就輕鬆啦，將重擔喺個口中吹出嚟，將啲煩惱啊嚟佢啲煩惱放低曬。不用孭住啲重擔嘅，重擔放低曬。然後第三咧，係完全放鬆自己啦，諗住耶穌同埋愛慕佢，就會感受平安輕省，就亦都感激神同在。即係話你放鬆曬，多謝耶穌，耶穌真好。嗱，你就多啲咁做，你會發覺你自己祈禱都會有喜樂平安嘅。多謝耶穌，放鬆曬。就算你幾多困難，越諗係唔會解決嘅，越諗越煩。我哋就諗多啲神嘅恩典，我哋就越輕鬆啦。同埋咧，就好喜悅、中意神啊嘅創造啦，佢接納我啦，佢救我啦，聖靈更新我啦，神俾我喜樂平安啦，就心底處笑出嚟。嗱，就算你冇喜樂，你可以哇，神俾我咁多禮物，將來可以去天堂同佢一齊喎，哈哈哈！喺個心笑出嚟。但你慢慢咧就會有聖靈充滿嘅喜樂。喺我笑嘅時候，我唔係自己笑喎。在里面笑出来，我一想耶稣里面就笑出来，就是我讲的东西，我一想耶稣里面就笑出来，这个是圣灵涌流出来的。那么在从第五了，心灵的深处爱慕神和喜悦神，从心底处呼叫耶稣，好像整个灵魂飞去神那里和喜悦神，这件事很抽象，怎么飞呢？你想象你的身体是一间屋来的，我们的灵魂住在里面，那你就好像自己飞飞啊飞，飞啊飞，飞到耶稣怀抱里，阿利路亚！喺个心灵，好似飞去神嗰度。嗱，希望你哋日日做，好似飞喺个灵魂里面飞去神，涌向神，跑去神嗰度，跳去到神嗰个面前，喺度跳舞。第六咧，身體輕鬆嘅舞動、拍掌、跳舞都有幫助喎。即係你喐下個人會鬆啲啦，唔好咁緊喎。多謝天父，多謝耶穌。好嗱，呢度咧我諗唔得啦，我哋停喺呢度啦，時間關係。咁我就話追求聖靈嘅恩膏，點樣有聖靈嘅能力？嗱，我一齊起身嚇，一齊起身，一齊起身禱告。你一投入，讓聖靈嘅臨在臨到你身上。哦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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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！多谢天父，
谢你啊，多谢你，因为你同我哋一齐，我哋欢迎你，我哋欢迎你，求主帮助我哋悔改，离开罪，真心嘅悔改，求主赦免一切嘅罪，一切嘅软弱、懒惰，或者被任何嘅情欲影响，求主帮我哋专心爱你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全心爱慕你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全心爱慕你，多谢天父。多謝天父，主同我哋一起釋放我哋嘅靈，嗱你先叫出嚟，將啲重擔叫曬出嚟，多謝耶穌，讚美天父，感謝耶穌，感謝耶穌，耶穌同我一起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，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。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！神叫我哋全身松散，哈利路亚！耶稣，耶稣喜爱小孩像我，我，我，耶稣喜爱小孩像我，我，我，我小孩像我，在他身上坐。耶稣喜爱小孩像我，我，我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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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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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越来越进入，就是这么投入，神就祝福了。我希望大家珍惜这个复兴宣教事工，投入去参与，邀请人参加，去全心支持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祝福更多人。我们的目的不是只有机构，其实这个机构的钱全部都是帮助宣教的，是我完全没有收的，是就是想祝福人，兴起更多人，让这个世代带来复兴。想不想啊？求主赐复兴的火，赐给我们复兴，复兴这个世代，复兴这个世界，求主使用我们。多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主祝福大家，哈利路亚，从今直到永远。